白锅素食海藻汤的活动，3包、6包、9包、10包，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喝上一碗汤，里面味道都是调好了，直接冲开水就可以。平时懒得煮汤，直接泡一碗配饭，泡泡面的时候加一包牛肉面秒变海鲜面，还可以用来煮水饺，快来试试吧。